昨天还在下雨，我们这边已经下了好多天的雨了，然后昨天还一直在下雨，现在已经是阳光明媚，但是30几度，非常热。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，我要去一下学校那边去盖个章。对，我昨晚听那个看那个音乐队的夏天，睡前看一下，然后就看到了半夜2-3点钟，实在是根本就是完全没办法睡觉。然后因为后来我就想说关灯嘛，不然一直开着灯就也没办法酝酿睡意，然后就点了个蜡烛放在房间里头，然后就戴着耳机，然后听里头乐队唱歌，哇，真的就感觉还蛮爽的。但是真的昨天睡太晚了，现在来听一首盘尼西林的吧，雨夜曼彻斯特。刚刚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，然后现在到了我朋友公司这边，现在准备去找他们吃个饭。前面还有吗？
学长学长学长，哎呦阿姨阿姨，陈朗陈朗，但我一直关注你很久了，真的，我也关注你很久了。是那个龟龟是吧？你就是龟龟，我靠！我靠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那我找你空间，那个空间项目给砸了，我也都会。上次那个有一个鬼名的，哦，只是停留在表层，还是够？对，我们现在也是这样。其实我也在想，今年做一些转型。但我们传统并不办理。对。开始你的表演。开始你的表演。开始。八二年的那个依云呢？从那个兰姆兰的庄园里面拿出来的，现在来醒一下，来品一下，刚才醒了半小时，很棒，好，我们试一下。那喝这种酒，你看哦，不是依云吗？跟真的一样，好香啊，跟真的一样，好香啊。然后醒完了哈，不要大口喝，小舌头先给它出两下，讲究讲究，怎么样？嗯，入口即化，这需要化吗？好棒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是真的，来 ，cheers， 再讲，哎，化两下，哎，可以，讲究讲究讲究，可以品鉴一下味道啊，味道呢？入口即化，就我有喝出了点那个 H2O 的味道，它里面有一些就是 water 的成分，有 water 成分，真的。是 WATER water 成分，透明的，两离子跟透明的，真的是我超屌的。